这首歌叫做《肆无忌惮》，我想每个人在自己的感情路上都会遇到这种感情，就是对方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肆无忌惮的去触碰你内心那个防线。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过这样的事情。当时《明日之子》这个比赛刚结束之后，我其实那段时间是比较丧的。徐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就说：“一豪啊，你的东西是 OK 的，你一定要坚持写歌，而且你一定不要懈怠，我要定期检查你作业。”然后我那个时候以后就，我几乎就是没写的时候歌我都会发给他，然后他就给我各种建议意见，然后发到肆无忌惮之后，他就说：“一豪，你来一趟我家。”今天是我和猪做的第三版的那个，这是第四版薛老师的这个《肆无忌惮》这首歌的这个编曲，就我俩是已经面临崩溃的感觉。没有，其实，啊，是吗？对，你不要掩饰你内心的，你看动作已经表明了一些。《肆无忌惮》这个版本编曲就修改了有4、5次，每天在那个录音棚里。琢磨编曲，反复研究。那就不要这个，就只有那个慢版的那个东西里面有。前奏跟第一遍的前奏跟第二遍的间奏结合一下，因为你第一遍的间奏有那个滑音前奏。等确定了框架之后，然后我们飞去香港，请到了香港很厉害的一些乐手。Derek、Paget、Ray，他们都是，方大同啊、林忆莲、邓紫棋的合作乐手，能请到他们和我合作这首歌，真的是我的荣幸。我觉得这是这首歌蛮特别的一个地方，在编曲方面，他有自己的想法。上一个地方啊，理由太短，对嗯，理由太短，耶，还是理由太短。第一个，但是我跟你说，嗯，理由太短会打到后面的，不会啊，不会啊，理由你确定太啊？短是啊，不会不会，因为他真的对音乐的态度很认真。听一下，我觉得不对，差太多了。对，再来最后一遍好吧？不行的话就改天了，喘喘没关系，改天再来，再下次再来北京再来录，我去治喉咙。不过最终他通过以后，我内心真的是非常开心。如果要是我唱的话。要摧毁简单哦，我会这样，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好，你肯定会吓到啊，你试试看。啊，这好。要轻视不难，要摧毁简单哦。我会。就这样，来，就这个吧。过了。很简单，戴上耳机，用心去感受你们最真第一遍最真实的感受，放在无论是哪个音乐平台的评论里，告诉我，我会去看。角色精湛，主题略荒诞。让人不安，疑心惨淡，却无比期盼你的光泛圆满。别让纠缠显得孤单，你肆无忌惮。气沉浓烦，用词刁钻，要观后感。爱本是两端，要倾斜不难，要摧毁简单。我顺其自然，我表现勇敢，不缺填满，随意调侃。会变习惯，维护着喜欢，自愈的。